BNT 的抵台时间，它是确定首批是在明天的早上吗？ BNT 疫苗大概要明天的清晨才会到，那飞机已经起飞了哈。BNT 疫苗如果说在明天早上的时候会到的话，封签检验的时间大概多长？那有说目前这个检验试剂还没有来，有可能赶在九月中的时候能达到吗？试剂应该是已经到了哈，试剂应该是已经到哈，所以大概往月中哈来开始试打，应该是没有问题。刚刚指挥官有提到说，我们预计九月中可能有机会开打 BNT 疫苗，那所以想就是说，所以最快可以开放18到22岁。就是预约是不是大概就是在下周左右的时辰？好，大概我想哈，因为我们第一次还是在校园内来试打，好，那第一批的话大概要到14天，所以月中没问题。那第二批如果来早一点来，那也许这两批都会一起开始来打。